有些人家庭不安稳，小女生家庭不安稳，她信仰爱情，赶快嫁出去就快乐了。啊，在我的家原生家庭好痛苦哦，赶快嫁出去就快乐了，就嫁出去更惨，因为你没有好的因，你没有福报啊，看那样子就是没有福报啊。啊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你越嫁越惨。啊，是这样啊，那么是。嫁鸡做鸡，嫁鸡随鸡，嫁鸡嫁狗随狗，结果你又不想当鸡也不想当狗，好痛苦。不是，是你命根没改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是吧，发愿出家的，过去生他就发愿出家，你看这种人怎么看就应该像个出家人，他硬不相信，信仰爱情，结果呢劲啊劲，劲到就会硬硬，就怎么选他就选不对，一定是个业障鬼，他会选到什么好男人，他绝对眼睛有业障看不到。但是呢，那个烂男人，天下人都知道那个男人不能嫁的，哎，你死命的要嫁。什么女人，这个女人真是带塞。会带塞丈夫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哎，怪怪，你就觉得她好美，你就想娶。业障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我还认识一个，她往生了。她往生了，她男众，她跟我在莲音寺修行，然后呢，忏公跟她讲，什么时候出家？9月19啊，出家剃度啊，不要，我让我等一下。啊，那个什么，再来一个2月19啊，再剃度，等一下，等到换他要跟忏公说、啊、我要来出家，忏公哥说换他讲，等一下，7等8等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你等会儿，一直等，等到后来了，结婚去了，就在清凉寺认识他那个冤亲债主，就在我出家的清凉寺。清凉寺办什么呢？祖云老法师办什么？我师公办什么呢？办那个精进佛期，他们都来护期。护妻是这个妻，不是这个妻。结果他是来护妻，对，就护完妻娶妻。娶妻之后呢，第一个生下来小孩就得蒙古人，一辈子往生了、啊、往生，我说过往生了、啊、他就是我们当年，他就是慧律法师同班同学，同班，诶，慧律法师是读逢甲嘛，逢甲的同班同学，随意系嘛，是不是长得高高的那一位？对，往生啊，他生了那个小孩最痛苦，直接来万佛清凉寺就跟我聊，那我说你当时不是说吗，要煮清净的。清净的佛化家庭，也就是说不生小孩的，也不行淫的，要像那个迦叶尊者一样。我说没办法，结婚那天晚上就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就出进去了。他就这样讲啊，讲白的，他讲白，真的没骗你，我们业力，所以你不要傻傻的啦，搞什么佛化家庭。要行隐就去行隐了，不要拿那个帽子来讲啦，也没关系，也一样可以修行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就不要扯那个帽子那么大，帽子越大死越快，业障越有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也不是说生小孩就不能修行啊，也不是这样。当然也有人怪异的说法，哎，佛陀生过小孩耶，哇哩咧，讲这种话，哇。瓜田李下是这样子，佛陀生过小孩，因为师父你懂吼？不懂、哎、很好，最好你不懂。这种说法更糟糕，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是佛陀，我们是凡夫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哪做得来那个事，一生了小孩，你老公你老婆就不放你走了。那鸠摩罗什大师就这样啊，鸠摩罗什大师他爸爸就是大比丘，他妈妈是国王的妹妹，娇生惯养，意志坚定，非要那个帅哥不可。他那个爸爸那时候30几岁，在路上托钵，他妈妈呢就用什么呢？
就用望远镜这样瞄到。瞄到之后，他跟他哥哥讲，他哥哥是做国王，当地的国王啊，说我要那个男人，他要的没有要不到的。你看看，国王的妹妹是这样霸道，就是后来鸠摩罗什大师的娘。然后他哥哥说：“我爱我的妹妹。”好，没问题，就把那个男的给找来，就比丘找来。那当然说啊，当然说，刚开始说的时候，比丘当然是怎样，断然拒绝。表现出有道心的样子，最后呢，他那个国王就一直加码，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股票给你30张，台积电的股票怎么样？不够啊，那鸿海的股票再加码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加加加加到后来，你知道的，佛化家庭，就组成，对，组成佛化家庭。就生出了鸠摩罗什，哎，真的是佛化家庭，终于生出鸠摩罗什。哎，生了鸠摩罗什，话他娘不要了。他娘跟他爸讲说：“啊，抱歉哈、哦，我生了小孩，我才知道说婚姻是一场梦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再出家。”哎，换他爸爸又断然拒绝，这什么男人？又约他去出家，你知道吗？换他断然拒绝，还是他。断然拒绝永远是他爸，男人为什么会这样？是这样，他又断然拒绝啊，说不要，那不要，哎，你看看他娘就怎么说，你不要哈、哦，你说的哦，你不要哈、哦，对啊，不要就不要，那不然切切，来签签，然后他爸爸很狠呢、欸，死也不签，他爸讲出狠话哦，鸠摩罗什他爸爸讲出狠话，他说当时是你搞我的。现在你说溜就溜，你算哪老几？那他妈说，我是想要翻成白话了哈。经上记载当不将用“搞”这个字啊，是以前我只是说白话是这样讲。你把我搞进来的，你现在你自己又片面舍约，然后他妈妈就说了，没办法，佛为大智者啊。啊，我以前没学佛啊，算你倒霉。啊，现在我学佛啦，你也知道的呀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好的未来啊！你不要哦。他去跟他哥哥讲，哥哥是国王，又来讲，哥哥这次不敢用狠的啊！别这样啦，咱们男人哦，到老了没什么值得。要不这样啦，你放我妹妹走哈，我再帮你找些人。他也不要。最后呢是怎样？也不爽。然后他妈妈就讲了，你就他老婆就讲，你既然这样，已经退道了。这个儿子就讲不鸠摩罗什有善根，我带。这个男的已经心灰意冷了，啊，算了，结果呢，历史当中从来不记载这个男的叫什么。可怜的男人，他的价值就是生出鸠摩罗什大师，这样而已。他的伟大价值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奉劝天下男子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伟大的男子，基本上基因已经绝种了。要出家赶快来，已经生小孩的就把小孩子跟老婆谈好，真想出家就来，不要再搞七念三，也不要说生了小孩再来出家，都不要弄那个了。是在哦，对了，是有人要生中科八了，中科八，我给你扒了你，中科八，圣胎计划，哎，圣胎计划啊，这个是实在是哦，啊。